幸运。哦哟，再见了吗？如果是在场内的话，就是超大就大鸡耶！哇，真的，这打老虎很有心得的陈子豪开轰了。这场比赛，中信兄弟打出来的第二支全垒打，这是一支阳春炮，也是陈子豪本季第六轰，最近连续十二场比赛有安打。这球比岳振华那支全垒打，等一下看慢动作重播哦。我这边看是进垒的角度稍微低一点点，但也还在打者的设定内哦。今天这两发都是扫出去，大概就知道再见了哈。这球没有那么好打哦，但因为陈子豪那个棒头速度又更快一点哦，再加上由下往上的这一个捞的一个打法，所以把这个距离带得更大值了。两支全垒打一样，可以看到这种侧面镜头都是打者一个重心保持得非常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